五月属于妈妈的季节，大爱影展暖心安排，温柔献艺，一出又一出属于妈妈的好故事。我的小小钢琴家，当琴声响起，是老师更像妈妈的浓厚羁绊，以爱为旋律，弹奏出动人乐章。尽孝的滋味，百善孝为先，象征生命的108道菜，补位未能尽孝的遗憾。最美的约定，傻孩子必须学会长大，学会跟妈妈说再见。逗趣又激励人心的成长篇章，是最美的约定。麦子小姐突然出现又骤然离去的母亲，为爱启程，从那个女人到我亲爱的妈妈，一点一滴拼凑出母亲的真实模样。五月，馨香满溢的季节，世上所有的孩子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每周日下午1:33，晚间8点，大爱影展，一同向妈妈说感恩。